又嚟到 set 世代大人嘅时间咯。HKT 旗下嘅 Tap and Go 喺香港书展期间推出咗佢哋嘅虚拟商店 Virtual Store， 主打即 scan QR code、免排队、免费送货同埋精选优惠价。究竟系点？而家马上带大家了解一下。呢间 Virtual Store 其实系由两个大型嘅 LED 屏幕组成，虚拟货架上面收录咗大约30款产品。在每款产品的旁边都展示了相关的 QR code。如果看啱想买的货品，只需要用你手机入面任何一个 QR code reader 扫一扫，有关那件产品的资料就会显示在你的手机上面。好像我揀了这本书一样。我再看一次资料正確之后，就好像平时在网上买东西那选择件数，就可以确定购买了。跟住我就要选择是送货定是现场拎货啦。之后输入返联络资料、送货地址，再按确认，就会出现 Tap and Go 嘅付款画面啦。银码正確，我只要输入自己嘅密码。等一阵就搞掂晒啦。我仲即刻收到呢封确认电邮添，叫我15分钟之后就可以去指定嘅摊位拎货啦。提提你啦，其实你都可以选择佢哋嘅免费送货服务噶，乜都唔使拎啊嘛。虽然系好方便，不过相信今次都系试验性质，所以售卖嘅商品数量唔多，当中都有唔少地方可以改善噶，好似 QR code 嘅显示质素同埋画面嘅稳定性等等啦。不过今次嘅虚拟商店就俾到将来展览会起到示范嘅作用啦。讲开 Tap and Go， 我顺便提提大家啦。其实你可以好像我咁喺 Tap and Go 嘅手机应用程式入面买书展嘅门票，咁就唔使特登去一次便利店或者即场排队买飞咁烦啦，一个 QR code 就可以入闸㗎啦。